白宫，川普访英计划不变。美国白宫今天表示，川普总统拖延已久的出访英国计划仍将在本周稍后成型。此时，英国首相梅伊领导下的政府已因二名阁员令人震惊的辞职而陷入混乱。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 Sarah Sanders 告诉记者，总统仍然期望在7月13日和梅伊首相进行工作叙谈，以进一步强化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川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高峰会后，12日将抵达英国进行4天访问。届时川普将与梅伊商讨在英国脱欧之后美应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川普13日将在伦敦郊区契克斯 Checkers 的英国首相乡间官邸与梅伊进行会谈，并将前往温莎城堡会见伊丽莎白女王。